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型催眠节目 BBD 解说三国杀国战，看三国杀就看 BBD，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喜欢本节目的朋友记得一键三连哦，有条件的朋友充电挂一下粉丝小牌牌，谢谢你们的关心和支持，你们的支持就是视频前进的最大动力啊。多情却似总无情，唯觉尊前笑不成，蜡烛有心还惜别，替人垂泪到天明。嘟一声哨响，又到了愉快的国战催眠时间了。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啊，所以大家总嫌短啊，但我也挺长的了。那咱们就不多废话了，马上开始今天的比赛吧。先看第一局，第一局又是谁呢？今天是不是四个国家一样一个呢？一看便知。第一局主视角玩家叫裘清明啊。应该系统名字啊，这里吴国肯定是双周和魏国株连啊，都可以，这些组合都做过啊，陆逊就算了啊，选择双周，其实二号位有个玉玺还行吧，杀杀，魏国来了，魏国要骚扰你了，杀，可以打开不屈了，防止把你秒了，但他好像也没有这个能力，捅了一刀。魏国就是拿刀来试剑，我打你一下，对吧？看看你卖不卖血啊？他不扔，结果桃子被顺过来了，杀就不要杀他了。你这里想出来搞就搞他两下，不想出来就算了。反正你周瑜周泰，说实话嘲讽也不高。看一眼，没动。美国出来了，也说那我也不藏了，我也不和你们玩躲猫猫捉迷藏了，玉玺拆掉，玉玺的东西前期没啥用，我跟你说前期多摸一张牌意义不大的，这东西是 后期厉害，但是呢大家都该拆还是拆了，捅一刀，不想打周瑜，觉得打周瑜没意思，那毕竟周泰摸一手啊！不相信你四血人是魏，有司马懿啊，司马懿有明红桃，他不出来，那他肯定不是魏，还摸牌就乱兵，孟获吧，只能孟获了吧？掉血，吴国就是四血啥的，四血啥双头也有可能，看吧，孟获主动出来被反馈啊，当然了，也可以被忘记。看你自己啊，大勇若家子，你觉得被反馈好还是被哦小哎，其实他肯定根本不知道孟获的二段技能，就这样了，击鼓于此，天命以至四分，不行，必须让你中，结果李典没忘记，那亏了。这边司马懿遭到了各种暴打，能活下去吗？下次重一点，没打死。流风回血，流风回血，你不应该是真机吗？黄忠马上这一刀九杀杀向谁？好，还是先收人头要紧。杀绿又收不了人头，我杀绿干嘛？剑墨兼程，凤林为雨，剑墨兼程。好，一刀斩。这司马懿荀攸有点惨，上来出了张杀，然后就死了。日子真的过不下去啊。看看接下来的吧，八号位挂了个刀，又挂了个减一，强行把装备都挂起来，手白不一出，不知道是何缘故。主视角如何打？好，主视角觉得你不是吴，你一点都不像吴，打他。行吧，这是你自己的判断啊。对着他一顿嘘嘘。杀没出啊，留了一个杀，闪反正不太需要。结果坏消息来了，又来了一个蜀国，大屌飞。杀，大屌飞很屌吗？部下宜城，没觉得。以退曹贼，燕人张飞在此。宜城，你丢掉。曹贼，乐不思蜀。那个人说打得开心不？啊，意思是你是吴吗？那不知道，反正主视角认为你不是吴。张飞又没动，不知道。去与诸将争功。那你如果真的不是蜀，那这个局肯定能打的呀，打到现在为止这不能打吗？看看吧，唯贤唯德，唯贤唯德，能胡于人，
放一张历练，是一种八卦阵，武装到牙齿，开源节流，做法余粮，啊，自己有装备，给周瑜一个装备，让他参与集火。他输出也都不足啊，大家输出都不太足，吃令来了。好家伙的，吕布被决斗也不出来，当然也没打错，你想说实话，打错倒没打错，呵呵，但是现在确实三个鼠啊，看看情况吧。雷杀，击鼓于此，以至四方。击鼓于此，以至四方。马超，你的国武器也交的挺随意的，真的。雷杀，雷杀，突击。龙骨城，风吕范好一点吧。破苍穹。讲道理，你肯定封吕范呀，封徐盛干嘛啊？徐盛有什么好封的？不懂。假如说我乱武了，我管你们呢，爱谁死爱谁死。但这个乱武可能造就蜀国了呀！好家伙，二创，差点屎了。大哥，你不给自己补一吗？还是说你置之将死？啊，李典死了。贾诩，你是生气了呢，还是生气了呢，还是什么？反正你这个乱舞很可能帮蜀国打开局面。全军突击！好，封吴国泰，他早点扔牌，觉得扔牌就能出闪。但问题是你得有闪哥，反正他老想点残。贾诩一看这怎么蜀国一个没死，别人这都死光了，强行九杀马超，马超还有一个桃子。没打死，咱们能打死马超吗？咱们肯定打不死呀，咱们又没有完杀，张飞肯定有桃的。完了呀！痛苦吧，在仇与恨的。把他刀下一下了。贾诩一看，啥也没发生啊，跑了，跑路了，你自己玩吧啊，反正谁叫你打我，那就打呗，一打三。看看能不能一打三。你就被骗奋鸡是吧？你别说啊，有时候真能骗到。有人点快了，好家伙的，你们这些人桃子不要钱的是吧？真的，我真是醉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下真炸了。如果马超一血还能打，这下瞬间回到十二血壮汉。雷杀，斩你何怎么着？区区小卒，先吃下去吧，先看看他什么牌。好好家伙的，你沙漠科牌。那就九杀了吧，接着打，桃子吃掉，你不吃也行，不吃可以看看能不能适当的保保贾诩嘛，对吧？雷杀，顺刀了，砍贾诩去了，啊，哦，张飞表示没吃饱饿。刘备再来个刀，贾诩就差不多了。没刀，没刀，反正给马超，给了啥好牌全给。不会又是一堆桃子吧？马超有弩的，如果刘备刚才看见反间弩，应该会给一堆杀吧？有可能，不知道。这桃子就摸的真的离谱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这桃子这么好摸的，贾诩还能活吗？好，挑战一手帷幕啊，未遂。行吧，为自己未遂吧。减一可以装呀，减一装上你，虽然你自带减一，但你装上代劳不行吗？好，还要闪冠之斧，还要闪无双，大哥你真是八十九级，挺对得起这个。然后错管能死，你别等死呀，对吧？人家反念你登牌要活下去呀。好，一看他魂都回来就反念他去了。好，喂，不错，崩了张飞一血还行。杀。张飞说先把贾诩杀了。然后再来吸你的血，看能吸到不？虽然说一打三，但是他们十二血已经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了，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。他们对吧？以德服人，没有之前那么多血了，看到了一丝希望啊。但是乐不思蜀会让你绝望，一旦劳会让你更绝望。旁边一个吸血鬼，那只会让你雪上加霜。这把刀可以扔了，玉玺都扔了，牌这么好的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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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，私藏一九连弩掏出来，全军偷击，龙骨成竹，看看接下来会不会两创了，
反正刚才是两串了。石破苍穹，这关大。捅过去，挺住呀，兄弟。龙骨成竹，石破苍穹。龙骨成竹，石破苍穹，连弩顶掉，行吧。其实周瑜、周泰他用不起连弩的这个武将，你可以留。接下来众乐了，那只能留防御牌了呀，你不可能去留那些。好，没让他吸到血还行，这两个闪防止他吸到血。唯贤唯德，能服于人。结果又中了一个乐，这游戏能玩？玩不了一点儿。全军突击！全军突击！哎，看个梅花。风林为雨，切莫倾城。这里这个铁骑属于负面技了，因为有黄忠强重的，没必要铁骑。等一下，周瑜多回了一血。汝等看好。这地穴很可能很关键的，别闹好吗？这肯定亮黑呀、啊，黑你也有，你这素质挺差的。咱们的酒也没了，他又吸了血。但这回合总不能被乐了吧？还有12张牌，你们这几个蜀国怎么能过到新牌对吧？然后他弄给自己弄个距离，准备自己也来嘘嘘。行，没问题，那你下回合接着嘘。但问题是有人要死了，可能龙骨成竹，血破苍穹，几串了，五串了，这回你们乐不住了吧？排队8张牌，两个乐都用了，总得弄弄你们了。先无中吧，因为决斗我觉得更重要。对，因为决斗是可以稳定收人头的，无中你开出来牌未必能收人头。下一刀看有没有逃，没逃是吧？没逃先反见张飞，因为他万一舍不得一些东西，你就可以决斗斗死他。比如说你用黑桃去反念，用梅花去反念，对，要下他的马，他表示不要下，然后骗到了，再反手一个决斗，你先决斗再扔，他就肯定扔了。那么成功的进入单挑，进入单挑肯定是优的，但是呢，你也可能随时死，所以也不能大意啊。优肯定是优的，这里就可以稍微快那么一丢丢，但不能大意啊，很。因为对面闪得拿一个反念吧，反念吧，反念，反念。他肯定不舍这个刀呢，他没刀了，他只能等死。加一不能让他拆。把刀赶紧下掉。仁德回血，那你仁德回血，你就可以跑了，真的，那根本赢不了。你回啥血？你三血要回血吗？万箭齐发。我天，你这仁德回血，那就不用玩了。你不仁德回血还能赌一赌，这仁德回血我真的是醉了，都给我看懵了。这能仁德回血的，你不仁德回血，说不定真刚才自己有闪吗？保着自己刀再砍一刀，说不定真打死了。接下来再想打死就难如登天了，我觉得机会非常的渺茫。汝等看好了，闪。唯贤唯德，不是大哥，你是在这拖时间的来，强行各种仁德回血，就表示我不愿意死。汝等看好了，距离给他下了，好，再搞个玉玺，玉玺给你下了，什么玩意儿？以德服人，就整乐了。这回你还想仁德回血了吗？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桃园嘛。这就是桃园嘛，那指定不是呀。好了，第一局，我们接下来看第二局啊。第二局得换个国家了，不看无绿皮了。绿皮总是跟别的国家不太一样，具有独特的风格啊。好，这局主视角玩的叫高义啊。群雄魏国都行吧，这个江面都是一强带一弱，袁术强，潘凤弱，于禁强，曹仁弱，最终还是袁术潘凤啊，潘凤吉祥物啊，潘凤的官配武器贯尸斧，不要，要杀闪桃可以，碎波师一号位，波也要碎吗？好，动不动，这么多牌都不动。应该不是位吧？这里你可以聊啊，这元素看了个六，你这看的也太远了吧？我觉得看看下家好一点吧。你这看了这么大老远，
算了，那算了吧，那过了吧。看可看了个远啊，两个手亮倒没啥。看看后续的一个发展啊。这货在有元素的情况下挂玉玺，反正是群的概率不高，你也不能说他一定不是群。就有时候这种东西得反向思考，为啥呢？你要说他是群，他必须得把元玉玺丢了，那不是暴露自己吗？对不对？这个东西其实我只能说大概率不是群，但是你也不能让他把玉玺堂而皇之丢了吧？你换位思考嘛，人要怎么换位思考？你站在他的角度，你是群，那你这玉玺应该怎么处理呢？所以这东西都很难讲。算了算了，吃令开了都该亮了啊。有一个不亮的，不亮的其实啥都有可能。从目前的局势上来说，你看两群两无两位，他但凡亮这里面势力，他都会打破均衡。鼠的可能性应该是最低的，因为鼠那边亮个奖杯本身就不嘲讽，他亮个鼠，他两个四学鼠总有一个不嘲讽的，所以鼠的可能性有，但是应该是非常之低，只能是其他三个国家里的。但至于是啥也不知道了，无从考证。这边陆逊翔翔出来了，第一轮没搞出事来，后那他就等死了。这种样别人不会让你活到下一轮的。怨消恨解，出来混，早晚要还的。这也反馈，反馈个鸟，有什么好反馈的？冤冤相报，人家李远的爆发了，你可能反馈个鸟，真反馈锁定币是吧？怨消恨解，这不是你找陆逊吗？冤冤相报，冤冤相报，不是怎么又不顺陆逊？一边打沙漠哥，一边打陆逊，一边是沙漠哥是吧？乐不思蜀，我心水恶，尔等焉能全杀？陆前锋乐队啊，陆前锋正常，因为魏无在打，群有很多爆将，尤其你这两个前锋，你出来个袁绍怎么办？乐没毛病，但是他乐了，咱们也去打他，你不可能去打魏马上动。让魏去打吴去吧。我心水恶，尔等焉能全身而退？你来让上门科，那魏肯定去打吴。这个四，说实话控制不了的。你下来一刀又能怎么样？也控制不了。过河拆桥。三号位对六号位胜之之比。你好歹看看四号是什么武将呀？你怎么可能去看六的手牌呢？有什么好看的？你看看四到底什么东西？他不看，他说我就不看。打了吗？你什么不服？本河不能使用或打出手牌，那不行，我必须得打。冠石大锤，该你了，这你总该亮了吧？好家伙的，这个群啊，还机会来了，那舒服了。可敢挡我？但能不能杀掉陆逊孙尚香还是非常关键的，因为陆逊孙尚香如果不死，那么吴国泰包养一下孙尚香，孙尚香再一夺势，很可能起飞，必须得让他死。对一号位造成一点伤害，那肯定造成了。我心水恶，尔等啥子啥都造成了。全身而退，一荣俱荣。因为肯定要打死陆逊孙尚香的，这个不能让他中。吴泰再加陆逊，靠一保养孙尚香，指不定发生什么事。不可以死。好，他是死了。愚者千虑，他是死了，但也没有那么好打。好家伙的，马腾这都没逃的。还是难打。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好，先生已经涅槃了。他一看田丰不行了，要死，赶紧开个桃园，也不敢开别的了。我再说，我核心队友都死了，那我挂个机吧，那我还能干嘛？我这么弱，确实你挺弱的。不过你打群，该打群也得打群的，群还是有能量的。好，终于可以顺了，终于可以顺吴国了，好气啊！空城贼亮哦，哎，九杀就一招忘记，帷幄之妙，决策举世。这里田丰不会又被乐吧？杀，蛮王之勇，一力当降十会。好家伙的华佗，那完了，这辈子打不死了啊！他一看华佗，算了。跑去压马腾的血了，那确实你也打不死华佗，怎么办？兵粮寸断，那兵如过了，
这一波看看华佗的操作，咱们一会儿可以去欺负这个李典啊，他敢发动技能就抢他。你看潘凤真没用啊，玉玺还是拆掉，连种拆掉，铁锁连环，现在他俩了，吴国泰不管了，吴国泰不用管，因为他上来没动肯定不厉害，他也没啥厉害的了，吴国万一是周泰还怪麻烦的，不用理他。雷杀，就单杀他吧，不要去杀吴国泰了，好家伙的全是桃是吧，那就给你抢了。除非你能忍住不发动，不发动治愈和忘记，看了一眼沙漠哥身上杀铁锁连环捆上干沙漠哥然后再捆黄符，哎呀上将潘富竟然发动技能了，好他喜欢发动技能，那就军令啊，将武冠还翻面不愿意翻，那你桃酒全没了，借刀杀人无懈可击，直接心太大了，乐没有用，反正把他桃酒先抢了，可能时间太短了吧，你就给错了应该，但他就不愿意给基本牌，就觉得打死他了，过河拆桥感觉他们心态要炸了，把好东西全抢过来了，就看你了庞神，他以为给了一堆牌肯定一堆破杀，不是一个南蛮啊，李典去吧，带着一堆锦囊去死，军令真乃神技，不愿意翻面嘛，那确实翻面了又怎么玩呢，那怎么选呢，如果是你怎么选呢，翻面和三个桃，两个桃一个九，好当场逃跑，羞愧难当，好果然是周泰啊，把沙漠哥杀了，游戏结束，我要杀你们个天下不留，那怎么办呢，那我觉得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当初不至于不放弃阿泰斯特孤悬海外怎么办，司马懿夏侯惇也没用，拜板也不先殴打周泰，随便吧，反正要不你们杀他，但没法杀他，他会反馈的，很烦，他会抢你桃子什么的，那不行，抢桃子那是不行的，那就看看周泰能不能二创吧，好，可以给队友随时可以配合，可以配合军令，其实收益还挺高的，顺手牵羊，皇位是我的，没桃了就可以打他，哎，其实我想起来，电脑只会反馈装备，打司马让那个投降得了，电脑好像只会反馈装备，治标还一时，好家伙太大黑了，一天而为，下次注意点，风云瓦底杀了他，无害投降了得了，对吧？没什么打的呀，一个军令直接就崩了啊！所以说这里马腾不亮还真是有好处的，但是当时那个局势正好他不亮，也没法推断出他是什么。这种情况其实很比较少见的。好，咱们来看下一局。就是叫数字字母歌啊，群哥们只能马速威严了，马速威严吧，基本上等于单马速吧，魅炎我觉得这玩意儿除了进鏖战有用，其他时候都没啥用，进鏖战也只能说可能有用，都不能说一定有用，这种垃圾将不抢个手量吗，很垃圾，我觉得可以抢手量，这种垃圾将完了，被魏国抢了。再熬一手，有咱们有方天，一会儿杀七个人抢住七个装备是吧？那你得都能杀中才行啊！看了一眼，再看一眼，看那个贼船哥，还有个数字哥。好，选择贼船哥打，贼船哥忍不了啊！敕令。好，他关键是有马腾加敕令，那就肯定无条件亮将了。好家伙的，三个群四个位，你没打吧，咱们就看着吧，虽然他们是三打四，但他们反正肯定也能打得差不多，七七八八的，咱们这种一夜浮萍能活下来就不错了，其他啥也管不了，你只能看着，
接下来我感觉接下来的5到10分钟时间，马谡属于裁判啊，属于观众，在这看他们打啊，你们只能看着嘛。他们能打成什么样呢？很难讲。这余定好弱呀，竟然不是卖血的。顺手牵羊，荀攸吹毛，草皮吹毛都是有可能的，因为他大卫开团，他有可能草皮故意不亮。但这边不管你是啥，给你穿了，穿的这个痛快啊！蓝白你可真敢开啊！好，哎，他又是个什么东西？他也不卖血，好奇怪、啊。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，国家。没有曹丕啊，没有曹丕，我说啊，一点都不看好你魏国。技法严明，真的，你们有曹丕，我觉得你们大概率要赢；没曹丕，就一点都不看好你们。不是我说，士兵荀彧啊，等于一个鱼被吞掉了。这边他们很难去打动群雄的。疑点，吾乃儒雅之士，看你的喽。疑点小小老弟儿，拓池之事。找国家要好牌去了，给国家个传个桃子酒吧，嗯，因为他一会儿要开大嘛，他肯定把桃和酒传给国家，基本用法，然后找国家要输出牌先用。好，弩来了，但是鲨鱼敌，说实话，薛微有点难吧？怎么左慈还藏呢？这人家都打你了，还搁这藏左慈？你藏给谁呢？这场上就。我都场上不就你们魏国和群雄在这打呢，搁这摁藏是吧？藏了个痛快同心建良计，好家伙的，还有这玩意儿。接下来就是手握 AK 的李典大战左慈的时间了。这里火攻应该攻国家吧，这火攻浪费了，因为杀什么的你可以直接捅过去，火攻你这火肯定火过国家的。魏国这么多牌没有逃，不可能，这火必火国家的。而且刚才你应该传逃酒了，我觉得他要开大了，他没货了，所以他只能这么强行去打。可能就是因为你们少刷了一下国家啊，导致你有可能杀不了左慈，能不能杀掉不知道。总之呢，能远程你离国家这么远，你杀是肯定杀不到的，你所以你远程输出牌能打国家的一定要多去打国家，这不是基本素养吗？众位诡异啊，现在知道了。小戏沉舟，同心方可来吧。他还有个珠子呢，左慈怎么珠子也不用，这什么鬼呀、啊、哥，救人一命不是让华佗救你俩是开黑的吗？你知道他是华佗吗？这你珠子不用的，我的天哪，我实在想不明白珠子不用是什么鬼。当然李典也没杀死左慈，那个左慈反扑，看左慈这一波反扑，左慈反扑肯定是凶的呀，他还能不凶吗？我看一招会飞的当森张秀，魏国有点顶不住了，魏国没有逃皮，这讨弱呀，这感觉真的弱好多。好，又戳一个，把甄姬给戳了。甄姬说：“我招谁惹谁，戳我。”啊，戳死了吗？没戳死，吓死我了。但是没戳死，你就戳个魂，你也不好受呀。他一看不行，我把珠子用了。我找个杀，我要杀了他，能杀吗？还有桃子，那你还能杀出魏国的魂吗？给蜀国开个五五啊，行吧？他可能觉得总不了魏国了，给蜀国开个五五支援一下吧。那太好了，这个铁盒说不定很关键。求求你，下次别玩老头了，意思他玩的很菜是吧？可以可以可以，他一看吃鸡也打不死，那我不动了，你不动咱们动呗。铁锁连环，混上，无懈可击，不让混，无懈。好，群雄表示必须混，火杀，火杀，方天画戟，带上马腾。大
自救一下。哎呀，这方天画戟有点爽了呀，这里总归能收掉一个吧，至少能收一个吧。晚节不保啊。哎，这里把连弩拿过来怎么样？是吗？当然他有南蛮了，他现在想拿赢拿，看他拿不拿。这波要一波入局了。张秀呢，先不理他，先抢他牌，给他，你想不给呢？兵法暗熟于心，取胜千里之外。他并不想拿弩，觉得拿弩也杀不到谁，只能强杀八卦国家。好，还救了一手。那救不，咱们把左慈也收了。其实咱们这里拿弩也行，因为这里可以把那个徐晃的加一拿过来。真的有拆，不过杀确实是不多，说实话。算了，啊，这边还忘记一个酒，可以啊，小伙子。乐住他吧，让他逼着他三刀去呗，这三刀左慈去呗。夏侯渊两刀。古探能取物。这是以前录像。百鬼众魅，自负剑行。嗯，接下来的话，郭嘉应该能把左慈打死吧？也不一定，看左慈最近发了几个新闻是什么东西。但张秀应该能把李典打死，倒是真的。杀！再来一刀。这里肯定就不会再去救左慈了，如果他死的话，再救那真是给自己找麻烦了。闪电。一大波挂个闪电，觉得打不了了，那你挂呗，杀，就当英姿了嘛。接下来的话，大概率要跟张秀单挑。张秀啊，一般的武将还真打不了，哼，但马谡就能治他。我跟你讲，马谡是真能治他。不过治他的这前提，咱们之前得把这个玉玺抢过来。你别死国家，求求了。对，你别死，这国家不会玩，他是刘桃救队友呢，怎么可能呢？你要刘桃救队友，你就救呀，你又不救只能磕你自己，你桃肯定要不就吃了，对吧？保证自己血线，鏖战了嘛，你这个明显没有这个意识。这个国家的这个玉玺肯定得搞过来，他这波和这把就搞过来，你顶着让他砍两刀你也得搞，没辙。要不没有玉玺，你打张秀还是没什么底气。马谡虽然说确实克制张秀，但是不行，没底气。这不是什么想回血是吧？雷杀，等下我再回血，这顶着吧，这两刀就认了，挨着挨了。还好他没顺玉玺，但是狮子还好了。闪，这回合把国家宰了，然后跟这个张秀单挑啊，看看有玉玺的马谡如何吊打张秀。一般人是真打不了张秀，这下是无解，直接砍了。玉玺是个好东西啊！三人成虎，抢！距离先给他抢了，慢慢控制的啊，这是控距离的无敌的。魏延呢，当然有用，但是也还好吧。他如果真穿，那你就让他穿了魏延，肯定是靠马谡来打的，对吧？抢他距离，你就可以打他，你直接什么杀决斗都可以打。事多有，无中生有。刚才他好像没有杀吧，直接决斗都可以，反正他的装备都可以抢过来。当然有些输出牌你可以续着，到最后可能一波就把他打死。我记得他好像是没杀吧，看看刚才是没有，现在有一张杀。散摇获敌，不装备全抢过来，一套神装，张秀巨恶心现在。好。稳住，别顺胎。这个张秀手里有个顺，一会儿你一旦来顺了啊，真来了，把他的顺过来，张秀感觉就差不多了。杀山九顺，顺手牵羊，真手牵手了吗？他还有个顺了个啥？还有个杀九，三人成虎，好，先砸一下，这样弹，再打他。吸血，他砸，咱们喝酒，然后再打他，咱们吸到两血，他一血，他废了。你别说，魏延真有用，可以跑了。就这一回合，先砸很关键，然后你也知道他的手牌了，他只能把酒给你弹，
然后你再吸血，一波直接带走，没带走也跟带走差不多了啊，也是行尸走肉一般啊，就完克啊。这个御戟单马速真把张绣，张绣一般武将鏖战真处理不了他的。好了，咱们再看下一局。我们大魏河山还没出现，来吧大魏吧，好不好？当然不一定是大魏开团，但是反正是大魏。主持人叫坑人第一棒啊，好像投过稿吧？你这大魏，你这有点弱，曹睿吓唬的。好吧，这边小宝不当宝啊，徐胜，嗯，好，你这说实话有点弱，你这个，但看看吧，法团长，无中生有，组织一波开团，南蛮入侵，南蛮，先设围禁，然后，火杀，哪来的大卫啊？上哪去要大卫去啊？一脸没有大卫的样子，雷神。方天画戟来了，第一个屌猫就闪了，应该不是熟熟，这个硬扛一下咋了嘛？让后面挨捞，还看他啥看的？反正我觉得不是熟，南蛮继续射，这里不要去刚他，你刚他恩怨你怎么弄啊？而且你刚他有啥用啊？不要刚，千万不要刚烈锁定技，你打开你也别刚，你刚他没啥好处，而且你前面明显大面积没有位，你出来找死呢，他恩怨你恶心不？他就算不稳怨，你也要挨打，没必要啊，让他们打起来。拿进度条上香，意思是烧条了，诅咒烧条了呗。扼住，还是大绿啊。长鹰附体，一般说实话，就几个 AOE 下去没什么卖血的，要么绿皮多，要么白皮多，红皮也少。所以那种情况下，一般就要去防白皮或者绿皮了。卸甲奔袭，卸甲奔袭，摧枯拉朽，还有二张。这局是绿皮多，有的局是白皮多。一点的出来，中间肯定出来了，装也没什么意义，没什么好装。这方面，咱们肯定刚他啊，他副将不是说100%卖血，大概率卖血。何惧小节？前尘往事，刚到郭家曹丕都赚了。给我放过来，曹丕。就算他不是也赚的，他忘记本来也过牌了呀。刚赢。好，给楚国打了个无限。你看这刚到曹丕不血赚吗？当什么？点毛二张翻掉。这边有没有阿泰斯特？夏侯惇，我觉得跟魏国唯一的配合就是去刚烈敌点曹丕，敌点郭嘉这种东西。他是收益非常高的，这边一个四血将还尊重一下，看了一眼，杀，看了一眼，不行，垂死。你也是绿吗？完了，打到钢板了，有点亏啊，打到钢板有点亏啊。顺手牵羊，先顺他，把他先弄，砍肯定是要砍二张的。你说这里真的难受，五五也开不了，桃园也不好开，都不想开。我说真的，难受了一匹。让他先捡吧，因为他不一定能动，他捡就捡走吧，他不一定他可能会被翻了，或者被打死。感觉有点恶心啊，恶心心。铁刀那肯定不给啊，怎么能给你呢？大丈夫何惧？这是什么？哦、天哪，张绣啊，好能忍啊，他给连弩了。当然了，法正上来打张绣，张绣不敢去谈，谈的话他恩怨跟夏侯惇也差不多，反正恩怨也贼恶心，就忍了嘛。说不定人家张绣和太后呢更得忍，你顺曹仁干什么呀？肯定顺张绣啊，你肯定顺张绣打死张绣啊，张绣连弩都舍得给，肯定有货了呀，对不对？他连弩都舍得给曹丕。听君戒言，取为王。好家伙，九杀没打死，还好没把你队友砍死。天下变了吧，变了吧。皆为力王。我怎么感觉，如果他真的是张绣和太后，这好家伙的谁也挡不住了，只有周泰能挡住了。但周泰一个人是没有办法，周泰一个人是解决不了张绣和太后的，被滚起雪球来。九。好，七
麒麟大将功，要不你们绿皮儿对让蜀国从了吧？他说那哪行，我还要变了，我说不定变个小乔。确实，你如果能变出小乔来，那可以。李袭秋毫，那没变出来，完了完了，真是张绣。张绣和大头现在不需要出牌，等着就行了。啊，顺你可以顺一下，说不定顺个桃子。鱼真牌，这桃子已经出了很多很多了，这哐哐哐几个毒下去，做法余粮，他不是张绣和太后的局了。这他妈可不是小宝，这好家伙的，这比大宝还宝。这几口毒下去，我的是我的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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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都得炸。众将死战，谁敢不从？主要是吴国和魏国之前打得太激烈了。听君戒严，许威王一个桃，保宗嗣，完了呀，又倒一个。问号问号也没有用啊，那救不了呀，没谁怎么救啊？人家绿皮自身都难保，还救你？救了你，你不连弩出全场了？听君戒严，有人家也不会救。再说也没一环。保宗嗣，你看看绿皮有没有？好，绿皮也没有，全倒了。本后咱们也要倒了，能摸个桃酒吗？好，摸了个桃，啊，能活能活能活。戒严，许威王，不敢杠，真不敢杠，因为你要开这个桃园的，不能杠，这桃园要避开了。他给谁打无懈？给孙坚打无懈，然后给孙吴国无懈是吧？可以，这里只能发动避祸了，这可不是聚首，这是避祸。我翻面了，你就毒不死我。完了完了，端儿要不起，这是能救了。没有他怎么办呢？没有他，和他张绣和他收全场了。你笑什么笑？别笑，一会儿就让你笑不出来。这必须得救，你不救真的就没有人制裁他了。必须得救，两串的人一会儿就要制裁你。这没办法，硬着头皮就必须得救，因为咱们避祸了，这轮还不怕。他现在已经丧心病狂了，恩怨也不怕了，啥也不管了。这时候，对啊，就是人家就是一副打全场的架势了。你孙膑难道说还藏个小乔能阴到吗？那你可真屌！你别说啊，有人真干过这种事儿。你藏个小乔，就为了憋绝情，小乔一直憋着，我反正也干过这种事儿。我觉得只有小乔可救是吧？你不是小乔，你也就基本没了。巨手正在避祸神技，闪，我觉得大家都有。鲁大师，拆牌，拆牌也没有用，你拆牌还不如给孙坚补牌呢。当然你耗失，那你耗失吧，那耗失了两个桃吗？哼，没有，又倒一个。孙坚继续拆。孙坚有狮子，没狮子的话他挨毒，其实有时候可能会直接真可能被毒死。有狮子他现在不敢毒孙坚了，应该还敢吗？哦，还毒，拿闪毒表示我就不慌。哦，那你就别慌，你看他十一张牌，说不定鲁肃就给了他什么能治你的财。比如说虽然我死了，但我可以一计定江东。难瞒要不法正你从了吧。好，法正不愿意从，不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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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绝不刚，就整局就不能刚烈锁定，你不刚不刚，伤了表示不同，休想全身而退，定死不同。好，仁德计。刚才你不是笑死别人吗？现在该你被笑死了，突然掏出刀来，你还有闪吗？好，他给个闪去弹，还没弹中，什么牌？完成一去，顺手牵羊是吧？脚穿。天死了吧，刚才不是笑死别人吗？现在咋不笑死？不是，你不要乱笑，有什么好笑的？你都仁德了，仁德个闪，出现转机了。这关键，所以说关键就在于孙坚。当然了，咱们把玉玺送来跟他单挑了，没孙坚人家也立大功，真孙坚赢那也认了，对吧？没毛病。当然你有玉玺加巨手，可能跟他打一打。不然你打不了，巨手很厉害的，单挑可就厉害了。不退半步，开的话就把对这三个扔了。火杀，可以刚他，酒没用，你也留不住，反正。鼠辈竟敢伤我，赌他尽快死。好，他不愿意扔装备，那么他就加一就扔了。好，钻石大锤。这里其实孙坚赢你也可以坦然接受了，说真的。
这俩两方片，完了这回真笑死了，兄弟你咋这样，你这老坚持不住，虽然这把打和太后你立大功，那你不能这，说实话你要再硬点，你这把你这把还真有可能赢，我只能说巨手真乃神技，知道开谁了吧。好了，今天的录像就全部看完了，也是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啊！喜欢本节目的朋友，觉得 UP 主不易的朋友，记得一键3连充电哦！咱们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